就是所有的菩萨有这个七种第一谛。那么有通有边，前面六种是菩萨与佛共通的，意思就是佛跟菩萨都有心境界第一谛，佛跟菩萨都有慧境界第一谛，佛跟菩萨都有智境界第一谛，佛跟菩萨都有见境界第一谛，佛跟菩萨都有超二见境界第一谛，佛跟菩萨都有超子谛境界第一谛。但是最后一个如来自道境界第一谛，唯佛有，菩萨没有。前六种是菩萨与佛共通的，而最后一种是如来自道境界，这是佛所特有的，不与菩萨共，不与菩萨共。接下来再简单讲啊，讲一下什么叫做心境界第一谛。刚刚我们讲修行的关键在开悟见性，正道不生不灭的本体，与真如心相应的第一谛，是这个心境界。菩萨自出发心以来，由于久远修习第一谛，所以能证入真如的本心本性，所修恒以真如的本心相应，这个境界称为心境界。这大约啊，三贤位啊，三贤位。那么三贤位就是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，也就是实信后的地前菩萨啊，这个大家都很清楚了啊，信住行相地吧。第二种刚刚讲的慧境界，三贤位菩萨啊，因为证得真如不生不灭之心，以此心一直久修，以此真如不生不灭的心久远修习，故发慧，发佛的智慧。这个境界叫做慧境界第一谛，这大约啊菩萨的初谛、二谛、三谛。所以菩萨叫做欢喜谛。什么叫做欢喜谛？因为见到真如，知道成佛有望，所以初谛菩萨叫做欢喜谛呀。为什么欢喜呢？证得不生不灭，得大欢喜，知道成佛有望，绝不会啊落入外道跟凡夫。是慧境界第一谛。接下来从粗到细了，那接下来就更高一层的叫做智境界第一谛了。慧开了，智就明，所以这个境界称为智境界第一谛。笼统来讲，智跟慧是一样，但是细细的分，则智的层次高于慧，所以我们啊不称一切慧，道种慧，一切种慧。为什么？因为智成佛是智了，不是慧了，所以我们说成佛一切智，道种智一切种智。慧是破惑，惑就是无明啊，慧破无明啊，智则正真了，正就是真如之心了。慧可破惑，慧是破无明惑，智是证得真如。所以严格讲，智比慧更高一层。所以有时候慧是指菩萨的境界，而智是指如来的境界，也就是菩萨有慧，如来有智啊。但是在此呢，只表示啊智比慧的层次要高而已。所以智的境界大概等于四谛菩萨、五谛菩萨、六谛菩萨。接下来叫做见境界第一谛，这是第四种理第一谛。智明了，则能见，能见真，也能见俗，真俗等观，平等平等啊。所以证得第一谛的人一定是很有礼貌的，为人谦卑的啊。哪一个世间人所有的礼节他都能够面面俱到啊，他不会说我证得圣果了就起骄傲的心啊，世间的礼一点都不会去啊轻忽。
有事也有理，有理就一定不坏事。所以啊，自明则能见，见是指见真，真谛的真，见熟，熟地的熟。真是指空，熟啊是指啊，哎，那么有啊，有就是缘起啊，啊缘起也是不坏缘起的，拥有真的空相，也不坏缘起的假象。所以以真熟俱见了、啊，以真熟俱见了、啊，所以能够真跟熟、啊、等观。明见无碍啊，明见无碍，那你就知道菩萨是很有修养的。证得第一地的菩萨是绝对很谦卑，也绝对不会出口伤人，也绝对三业是完全清净的。他没讲一句话都是斟酌的，就像无量无边的啊众生来残害他，他也会方便呢、啊，用慈悲的心对待他。但是有一种没办法用慈悲心的，就是这有的人呢、啊，这一直跟佛教作对。比如说来占用你的土地啊，出家人很吃亏啊，不懂得法令啊。买了这个土地又跟人家有纠纷，处理不了，人家看你的假财啊，对对，喝欺负啊，啊，快拧死了，拧死就有没拧死呀、啊？啊，你人家穿也不舍得，人家香的呀、啊，啊，佮拼袂赢伊，哇，你只安尼，我要拧死，我跟你讲哦，像这款物件哦，就走法律途径。出家人当然要保护常住物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说这个人、啊、很恶劣、啊、很恶质，一直在偷常住的东西，想走法律的途径告。诸位当然要告啊！哎，出家人是什么的原因？那不可以的呀、啊！啊，软土生结呀、啊，软土生结听不？能偷千苦啦，他们就软土生结。对不对？啊，出家人也因为也人也穿也多，但变不赢伊啊，啊就是诉诸法律。对不对？你该有的权利要行使，该有的义务不要忘记。出家人也要行使自己的权利，也要行使自己的法律啊！哎，出家人不是用欺负假的呢，不是安尼呢，对不对？啊。所以啊，我们一定要了解，让这些极恶劣的众生呢、啊，来告诉他，国家是有法令的，不要得寸进尺，该怎么处理就是怎么处理。有的人讲说，主卖盖 get 恶言，我第时咧盖 get 恶言，是伊要甲我 get 恶言咧，我第时盖 get 恶言，你嘛好啊，我要告伊就是无爱盖 get 恶言啊。伊就一直要找我麻烦，我也免给，我也免甲去。那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也不是故意的呀。啊，所以说啊，我们没有什么错，还一直找人麻烦，走法律途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有的人呢讲说，哎，师父师父，啊，菩萨啊讲慈悲啊，容忍啊，天下无不可原谅的众生，我们不对，可以原谅的众生可以原谅，有的众生他不原谅我们呢、啊。要不然外面为什么排两尊韦陀尊天菩萨、哦、还有那个伽蓝圣众菩萨，不会那两尊踩在外面的踩假的那、哦、就是要给我们的法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出家人受到委屈，我建议你、啊、该有的义务采取法律行动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没办法，众生那个没办法讲道理的，只有用这个方法让他觉醒。接下来超恶见境界第一地，以有智能见呢、啊，见矣则能超二边的邪见呢、啊，啊，是有智则能见了、啊，见矣则能超两边的邪见呢、啊，永断邪网啊。
入于甚至不动啊，啊，证得无生法忍、啊、这个境界称为超二见境界，超越凡夫的境界，超越邪小的境界。邪是指啊邪见，还有外道，啊，还有二啊，那么小就是指小圣呢、啊，超二见境界大概是第八地，不动地。所以第八地名如如不动之地，以其不为凡夫烦恼，还有外道二见之邪见所动，所以称为不动。那是凡夫常常心烦意乱，所以很正常啊。在座诸位，要到八地菩萨才会达到如如不动，因为证得一切法无生哦。啊，所以啊，有很多啊女众啊，或者是男众啊，或者是法师啊，刚初学刚出家的法师，慧理法师啊，你修习佛道40年的，嗯，是的。啊，我请问你一个问题，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这种心观拢会杂杂呢？啊，不得不起拢起烦恼呢？啊，一直生气呢？无缘无故就生气呢？无缘无故就起烦恼呢？哦，啊，我找不到什么原因，也找不到源头呢？哦，要抓起来，把骨找无头，要斩无死，搁找无尾，真正唔知要安怎呢？啊，我就甲讲。正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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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什么叫正常？八地菩萨才没有烦恼呢，你这几地啊，他说没有，我只剩下扫地，那扫地就会有烦恼、啊、扫地哎，心不会烦恼，八地菩萨才心才不会烦呢、啊、你今天心会烦恼正常，英文讲的 It's normal、哎、很正常的，哎，非常正常的啊。接下来啊，第六点，离第一地，第六超直地境界。超直地，直就是佛子，地就是实地，超越佛子实地的境界，指的是什么境界？当然就是等觉的境界啦，直就是佛子啦。啊，菩萨实地都是佛子所行的境界啦，所以通称为直地啊。超直地就是超越佛子实地的境界，当然就是等觉后心、啊、因为等觉已经超出、啊、实地之外，所以称为超直地。如来自道境界，这是为佛如来所自证的境界，不依其他实圣垢、啊、有的翻译成如来自证、啊、圣智所行，那其他的唐朝的译本呢、啊，翻译成如来自证圣智所行，或者是翻译成如来自道境界。简单讲是，简单讲你听得懂的，就是如来自己独道的境界，不与菩萨共。好，那么我们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把它消文释义一下。消文释一下，复制大会，就是啊，接下来大会呢，我现在直接用白话文把它讲，直接消文释义，你比较容易听得懂。啊，接下来大会菩萨有七种诸佛如来依第一心。真如不生不灭的真如心所建立的智慧境界，以三贤位实性实行实回向菩萨以真如不生不灭相应心修行的境界，称为心境界第一地。第二，菩萨的最初初地、二地、三地，因为得到真如之心，因为还存少许的习气啊，久修就发慧的境界，称为慧境界第一地。第三，四地、五地、六地菩萨因慧开而自明的境界，称为自境界第一地。第四、第七地菩萨啊，远行地由智照了，见真见熟平等不二，超然眼远
是指离佛道还有一段距离，引就是因为他见真见熟平等，决定可以引入娑婆若海，就是一定成佛的境界，叫做见境界，既见真又见熟，平等不二，叫做见境界。第一地、第五、第八地菩萨超越凡夫邪小二见而不动的境界，而不动的境界啊，叫做超二见境界。第一地、第六等觉菩萨，因为十地菩萨接着就是等觉吧，等觉后心超越子地，就是十地啊，佛子十地啊，叫做子地啊，啊的境界，称为超子地境界第一地。第七，诸佛为佛证得的如来自觉圣智所独到的境界，所独到的境界，第一地，叫做如来自道之境界第一地。好，把笔放下来，看这里。为什么要建立次第？又为什么要回归当下的圆顿教？为什么？如来如果没有建立次第，众生无可依靠。没有次第，你叫这些根气不够的人，你怎么修行？所以要建立次第。你修四念处啊，啊，四正行啊，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呢、啊，在经典里面讲，法一定初步一定要尊重每一个人的修行方式，是为什么？佛陀在《楞伽经》讲得很清楚，有的人呢、啊，听到四谛法苦集灭道，毛骨悚立，太相应了。他修四念处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很受用。你讲圆顿教，他不受用。第一个，要尊重他。佛陀讲：何以故？生生世世，心徐故。因为生生世世是修四念处，他这一辈子碰到四念处内观法，哎呀，毗婆舍那，一下子就契入，一下子就契入。有的人呢、啊，修十二因缘，无名。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喜有小圣菩萨啊，诚实跟具色讲的十二因缘，跟大圣的讲的十二因缘是不一样。三世双重因缘，有的是一念十二因缘，哦，这讲起来真是复杂啊，真是复杂。佛教讲的无明跟西洋讲的无明又不一样。佛教讲的无明叫做一念不解，叫做无明。一念不解啊，叫做无明。一念不解生三系啊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根本无明是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，这是佛教讲的。什么是无明？一念不解，名为无明。西洋哲学里面，无明而不是这样解释的。西洋的哲学对无明的定义叫做。盲目的意志叫做无明，盲目的意志，盲目就是我虽然很有意志，但是呢，前面不是用般若智慧为前导，所以这个人就记起，记起个乱七八糟。这个人很有志气，很有意志，可是是软木，乌白木。哎，这个做代志真定真哦，可是盲目的意志。哦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喽。盲目的意志叫做无明，就是说这个人很有骨气，个人很有志气。西洋人他怎么会有机会来接触佛法？也许有，也许没有。接触佛法从印度传到中国，中国传到。韩国传到日本、啊、那么
上座部的啊传道，缅甸啊，那么泰国，他们所依据的都不一样。西洋盲目的意志是什么？什么叫盲目的意志？每一个人都有骨气啊，每一个人都有志气啊，可是他很盲目。为什么这个人这么有志气，为什么做起事情来都不会成功？因为他盲目。解如目，行如主啊，唯有佛陀。哎，五度是盲啊，五度是盲目的。般若才是真正的明眼人呢、啊，有开般若智慧为前导。简单讲，有智慧的意志，就是佛的心呢、啊。西洋人认为啊，有意志，但是西洋人没有任何的机会啊。啊，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听。欧洲啊，一个大哲学家，他有学佛。他有学佛，经典不是认识的很深，他在西洋欧洲这个地方很有名，他常写他的哲学名言。哲学名言，有一次、啊、这个哲学家一进去房屋一看，哇，火灾一直烧起来，火灾一直烧起来，这个大哲学家一下子紧张，非常的紧张，非常的紧张。哎，我到底是要从这个窗户爬上去呢？可是窗户紧闭，欧洲都会下雪，知道吧？啊，还有，我或者是我要从这个烟囱啊，你们看过那个欧洲那个烟囱一直很长的有没有？因为冬天都很冷啊，有一只烟囱很长的，或者是我要冲到烟囱里面，爬到烟囱上面去。爬到烟囱，说：“哦，这个烟囱太长了。”他非常的紧张，因为火快烧到屁股了，一下子烟囱不行，行不通。一下子想到，我到底要爬到窗户去吗？窗户又紧密，正在生死的关键，正在关键，他转一个身，转过来，哎，发现这个大门呢、啊。正面对着他，直直的面对着他，他就冲出去以后，里面呢爆炸，里面有一些瓦斯啊，怎么样子爆炸啊。他讲了一句很直截了当的话，哦，原来解脱这么简单啊，我体悟到了。这个就是说，当一个人，心很烦的时候，就是你心中这个家的火啊烧起来了。诸位啊，嗔心的火、淫逸心的火，就像森林大火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啊，广东人讲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发不可收拾啊！嗔恨心的火、淫逸心的火，就像森林大火啊，一发没有几个控制得住的。哎，这个哲学家体悟到这个，当我们心中啊的火冒起来的时候，贪火、嗔恨心的火、愚痴的火一烧起来的时候，一直想要去解脱它，怎么解都解不开，怎么就解都解不开，哎。这个哲学家告诉你，转一个方向，放下，单刀直入的放下，解脱之门就在你的前面呢、啊。那个解脱之门就在，转个弯放下，直接冲出去，你就不会被火烧到。贪心放下，嗔恨心放下，愚痴的心放下。哦，这个哲学家说，原来解脱这么简单。放下就解脱了，哎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故事你听得懂的话，你等于都无烦无乐啊嘞，回去就没什么好烦。原来解脱这么简单，啊、哦，是不是？转个弯，一个方向直接冲出去，
放下就是安尼，干干单单啊，干干单单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啊，啊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难就难在什么地方呢？难就是难在啊，哦，习气难断。那习气很难断的，我讲一个故事。佛有一次没有水，托钵以后呢，就来到一个地方。你说，听说那个老婆婆啊，这个村庄的老婆婆有水，这佛陀呀，具足威仪，来到这个老婆婆的啊前面。听说如来要水，这个老婆婆啊，满心欢喜的啊，这个出自经典，满心欢喜的拿着水冲出来。冲出来的时候啊，人家是供养佛，这个婆婆不是，她把佛抱起来拥抱，要拥抱着佛，没有人敢抱着佛的。这个老婆婆啊，抱住佛，阿难在旁边呢一直阻挡，他说不可以啊，这个是三界导师啊，无上的圣人啊，你怎么可以抱着佛？释迦牟尼佛就叫他说，阿难站旁边，等一下再告诉你啊。这个老婆婆啊就很高兴，就拥抱着佛，拥抱着佛，抱着佛。这经典还第一次看到佛被拥抱了，就被老婆婆拥抱啊，拥抱以后啊，这个老婆婆满心欢喜啊。这阿难就问佛说，世尊，何以如此？这个老婆婆看到你为什么还拥抱呢？佛陀就告诉他，此婆婆生生世世为我母亲，爱子心切，习气犹存，所以看到如来就像看到自己的儿子啊，以前的习气一直存在，执着这个儿子，所以见到如来啊，拥抱还不能阻挡他，哦，在经典里面讲说，阻挡他气由顶门而出，此老婆婆气孔流血而死，所以不可以阻挡他，不可以阻挡他啊。这是佛祖一教智慧的啊。这我来讲经典啊，我靠，来十外个慧律法师，你是我顶世人来见来阿母摸一个，我靠，来这多一摆十外个，哪遐多？这阿母有较多就是啦啊，我也没有神通，对不对啊？啊啊，所以这个就是。再来，这个习气难断，在第二个故事，有一天，如来跟舍利弗，这也是经典的，一句经典的，如来跟舍利弗出去啊游行，突然天空当中啊，那老鹰啊追逐一只鸽子，老鹰追逐一只鸽子啊，鸽子你知道昏叫啊，哦，鸽子，老鹰哈，哦。那个爪子很长的那个老鹰啊，啊，在天空哇，要抓这个老鹰啊，要抓这只鸽子啊，要吃吗？啊，这鸽子啊，非常的恐慌，非常的恐慌。结果啊，就这个鸽子啊，就落地，在这个舍利弗的影子的旁边，舍利弗影子的旁边，虽然呢，啊，没有被这老鹰抓去吃了，可是这个鸽子啊受到惊吓很严重，哦，那鸽子就呜呜呜呜，还站在舍利弗的旁边，影子的旁边，这个鸽子，啊，一直颤抖，发出恐惧的声，呜呜，发出恐惧的声音。如来走过来，这舍利弗就退了，啊，如来走过来，这个鸽子啊。都投影在如来的影子，这只鸽子突然之间心像入定一样，完全没有一点畏惧，完全没有一点畏惧，得大安稳，得大安稳，得大安稳。舍利弗就问佛了，我也是证圣果阿罗汉啊，如来也是证圣果阿罗汉啊，何以这只鸽子飞来到我的影子，还颤抖恐惧的声音不断呢？
而到如来你的影子的旁边呢，这只鸽子就不会发抖了，是为什么呢？啊，如来就开始他啊，你虽正圣果啊，维系的习气尚未断除，如来三业最极清净啊，习气烦恼无明烦恼完全断除，所以这只鸽子呢，在如来的影子的旁边得到大庇护、大慈悲心、大加持，所以没有任何的恐惧。所以师父 刚讲经的时候就告诉大家，联合以善之事同哭，也不要以大愚痴的人同笑啊。今天呢，我们举这个例子就告诉大家心如果达到慈悲的境界，天地万物都会自然的依止他，依止他那么剩下十分钟，我们来讲一个重点，就当作今天我们的结束。今天最后一个，用十分钟来做一个完满的 ending 就一个完满的结束。而这个问题是困扰很多人，很多人，出家人也问在家也问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出家人能不能顶礼在家居士？能不能？出家人能不能顶礼在家居士？我们佛学院都请了很多的学者来教育我们，在家居士成就的也有，绝对有。我们如何来看待这件事情？有没有经典的依据？好，我们出家人除了出家众教授师来教育我们，有时候我们会请在家居士，因为他经教比较通，久修的居士来教育我们出家人。现在就讲什么是理第一地跟事第一地，什么叫做圆融。出家人能亲近在家居士，那能顶礼居士所谓的老师吗？台湾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，去亲近一个所谓老师，而出家众到那边竟然跟他顶礼，竟然跟他顶礼，这个出家众一定没有看过戒律，他绝对没有看过四分力、五分力、摩诃僧祇力、十诵力，不知道出家人该有的礼节到哪里为一个合适可而止得宜的礼节。在座诸位，我们先讲佛在世的时候有两尊佛示现，一尊佛叫释迦牟尼佛，第二尊佛是维摩诘居士，示现居士一佛出世，千佛护持。这经典维摩诘经你这看得很清楚，出家佛是释迦牟尼佛，在家佛是维摩诘居士。在座诸位，维摩诘居士见到佛照样顶礼，这个不可以执礼会是说大家都是正悟的圣果平起平坐，这样会坏了事相。开悟以后就三纲五常伦理就没有事相吗？很严重的。示现的事相必须要建立在次第，我们今天就讲体相用因缘果事跟理一定要建立在次第，没有次第就没有伦理。经典非常清楚，释迦佛现出家众，他绝不顶礼维摩诘居士，而维摩诘居士看到佛一定顶礼。现在台湾俩有一些在家居士，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每次
讲这个维摩诘经就非常的自负，因为这些居士就自己认为自己是维摩诘居士。然后啊，你看维摩诘经里面讲的啊，什么什么舍利弗啊、目犍连呐、啊，啊都不堪呐、啊，来探望维摩居士这个病，并被维摩诘居士问到啊，无话可说，他们就自己这个在家居士就认为自己我是维摩诘居士。所以在这出家接近40年里面，我看到了一些，当然是少数的在家居士，真的那个狂妄到你不晓得该怎么去形容他。你讲我们学习维摩诘居士不敬佛，哎，不敬法，不敬神，他就是维摩诘居士。所以在这里啊，我们要了解事项来讲，必须建立在制定。我们不是说在家居士不能有所成就，在家居士成就的也很多，也有不在少数。那出家人应当怎么样来礼敬教育我们的在家居士呢？出家人对在家居士，如果他是我们的老师，有恩于我们，仅止于合掌低头问讯，内心无比的恭敬感恩。如果说今天出家众披着袈裟，袈裟是出家人叫做福田衣用，在家居士叫做白衣用。今天你不看佛陀的戒律，菩萨戒你看一下，怎么可以披如来的袈裟福田衣去典礼白衣？你根据什么经典？我们说在家居士要修福，修福，你现在颠倒了，福田剃福田衣去典礼白衣。在座诸位啊，法要灭的时候，白衣上座，白衣说法，出家人呢、啊、在台下。法要灭的时候，就是白衣上座。这里就要好好的勉励出家人了、啊。现在的在家居士啊，经教越来越强了、啊，啊，我们出家人呢、啊，也不能说啊单方面的要求，你要敬佛、敬法、敬僧，你要供养我，哎，你要给我多少钱，你要礼拜、要恭敬。出家人不能这样讲的，人家对你的德性、对你的弘法、对你的修持认同，自然就跟你顶礼。所以不可以只论理不论事项，事项必须建立在次第。维摩诘居士示现他也是顶礼释迦牟尼佛啊，所以居士修得好，我们随喜赞叹。如果在家居士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最多合掌弯腰满心的感恩。这个就是到此为止。接下来慧律法师，你说法有依据吗？有，我现在就是要把依据讲出来。出家披福田衣不可以顶礼白衣居士，我现在就要把这一段念出来给你听。不可以违反佛陀的戒律，出家人要有骨气的，不要觉得说我很谦卑啊，啊，学无老少，达者为师，用自己的角度解读，坏了佛的正见，坏了佛陀的戒律，你有罪。出家人也不能狂妄，还是要谦卑，这是佛制定的戒律，你必须遵守。接下来我们在菩萨戒里面有讲，我这一段是在剃度的时候有所依据的，我把这一段简单念一下，剩下5分钟。说善男子，如今剃发出家，要发广大心，就是发广大的菩提心。剃度出家以后，要上求佛道，要下化众生。若能如是，诸佛必定降临加持，以法的甘露流入如心，永为道种。因为开摩诃般若智慧，出家要精勤，要修习，修习三藏，要洗脱
陈老不要太接近在家居士，出家众跟在家居士有一定的距离，不急也不离，以礼仪送之善。刚出家要多多的诵经，要多多的礼拜，要回向父母，因为有父母我们才有今天一年来出家，以行道之福来用报国恩呢、啊。所以说出家人是真正的报恩，因此这个报恩一定要报佛的恩，一定要报父母的恩，报师长的恩，还要报众生的恩，一切出家在家都必须报佛恩。所以这就根据了，所以度人经这么说，流转三界当中啊，恩爱不能脱，脱就是解脱了啊。你流转三界，这个男女或者是父母或者是父子兄弟姐妹，这个恩爱很难去摆脱，弃恩入无畏，真是报恩者。弃恩入无畏，无畏就是佛陀所讲的法，让一切出家众令心无畏。无畏也可以另外一种解释，让众生没有恐惧感，就是出家众具有慈悲心，让众生没有畏惧，也叫做无畏。所以弃恩，放弃父母对你的恩，来进入出家众这个团体，出家众叫做无畏真人呐、啊。真是报恩者，这才是真正的报恩。简单讲，出家人才是真正的报佛恩呢、啊，报父母恩。当知出家之人呢、啊，高超俗情，应当知道，出家人高超俗情，俗情就是生灭了，世间的世俗之情，这出家人呢、啊。高出超越一切世间生命之情，唯是福田呐、啊！这是世间人的福田呐、啊！所以我劝导在家居士说：“这个出家人有修没修，你暂时搁下，你就顶你那一件福田衣，你就有福报了。顶你他身上那一件袈裟，那是佛制定的。”当知出家之人高超俗情，为是福田。接下来就更重要了，国王不得而臣，父母不得而子，国王不可以称出家人为大臣，因为他只可以拜出家人为国师。父母不得而子，父母不可以再把他当作是儿子了，因为他已经是释迦牟尼佛佛子了，是佛弟子了。反过来，父母要顶礼出家的儿子。反过来啊，自古以来只有国王拜国师，国王要顶礼国师，没有那个国师出家人去顶礼国王的。国王是世间人呢、国王不可以说你是我的大臣，君臣。君高嘛，臣子位置比较低了。现在要反过来，国王要拜出家人为国师，父母不得儿子，父母比较高啊，儿子低等。现在出家不一样，超越一切俗情，现在是佛陀的弟子啦。所以父母反过来要顶礼儿子啦，啊，堪受人天恭敬供养，堪受人天恭敬供养哦。但是在这里、哦、要勉励出家众、哦、这个念头、哦、我们说哎，你要供养我，你要恭敬我，我跟你顶礼，这出家人不能有这个念头。这个是指在家居士啊，事实如是佛，要求大福田，是告诉你出家众是堪受人天恭敬供养的。是故出家着袈裟衣，注意听啊、哦、是故出家着袈裟衣，不可以再向国王父母作礼，不可以向在家白衣顶礼，不可以向父母顶礼，何况其他人呢？应当最后应当啊，出家
众啊，要念父母，要生你，生你养育的恩很重啊。啊，现在啊，要最后啊，辞亲脱食，辞亲脱俗，要报父母恩。出家众剃度到最后，一定要带去礼拜父母。最后，啊，还没有剃度前，要先带去啊，这个辞亲脱俗，啊，报父母恩，顶礼三拜，最后再来剃度。剃度以后就不可以再拜父母，国王不可以，何况白衣呢？所以在座诸位，在座诸位，我所讲的都有根据的。那些披着袈裟出家人向所谓的白衣老师顶礼，这个比丘或者比丘尼就绝对没有看过佛陀的戒律，我敢百分之百这样讲的，啊，违反佛陀的戒律，而且自己解读啊，学无老少，达者为师，就常常讲常不清菩萨，看到每一个人都顶礼。诸位，如果你是常不清菩萨啊，是释迦牟尼佛的前世，不要举一个例子，两个例子，少许的例子就搪塞佛陀整部的戒律，不可以的。很多的出家众或者是在家居士啊，就是我是维摩诘居士，我在座诸位啊，你有维摩诘居士的神通吗？你有维摩诘居士的能耐吗？不可以说啊，经典这样写，你就把维摩诘自居，也在让在家居士啊啊，让高高在上出家人去顶礼他。还有的人三宝在世，自己白衣为其他人呢，自己扮皈依，自己还传菩萨戒，在做这三宝还住世啊，敢这样做？他自己还自己说啊，自己是唯一的大圣孤子，说自己的体会比孤子就是单独了，没有人境界比他高，唯我一个人呢。哎呀，大圣的究竟只有我体悟啊，我太孤独了。这个就是没有看过戒律了。出家众又有骨气啊，在家即使越来越强啊，经教越来越强，所以我就告诉大家。啊，剩下一分钟，我就告诉这些在家哦，我出家中一定要自己要有骨气，啊，要听经，要闻法，不要用自己猜的，要依据佛讲的戒律经典，不要自己想象的，不可以的。所以最后告诉你，有人问出家众能不能顶礼白衣，不可以。违反佛陀的戒律，好，也是主办单位叫我讲到五点了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说，第二次的三年啊，你们主办单位赶快去寻找吧，啊，我三年讲完了，我也老了，左三年，右三年。哎，我哪有那么多年呢？哦，我再讲两年哈，再讲两年啊！啊，可以请诸三长老上台啊哈，或者是请我的徒弟呀，法仙师父啊，他政治大学毕业的程度也很好，请我的这个法无师父，我这个法无师父是实修，非常了不得，孝顺，百依百顺啊。很能吃苦啊，法仙师、法无师，那么我内举不避亲呢、啊诸三长老，如果你有能力也可以上台了啊。好了，对不起，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回向道海律师，消灾在座诸位法师，消灾在座诸位护法居士，回向此次义工出钱出力的义工无尽的感恩。一起念：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
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下课。谢谢，非常感谢长老精辟的演说，让大众领受到深入经藏、智慧如海的华喜。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感谢长老。佛学讲座功德圆满，大众请起立。礼谢上会下律长老慈悲说法，行三问训礼。一问训，再问训，三问训。恭送慧律长老暨高雄文殊讲堂常住法师，请对面站。让我们用法喜的笑容，加上持续不断的掌声，表达我们心中的感恩与赞叹。慧律长老上气诸佛之礼，下气众生之机，在短短的两个半小时，要将深奥的活理向成千上万的信众宣讲，这实在是很辛苦又很不容易。再次用掌声来赞叹长老，谢谢长老。今天这套演讲光碟将会散播到全世界各地，长老已分身无数亿，法音广宣流之之，任运视线，无远佛界，二六十中都在为众生说法，利益众生。感恩长老为佛教、为众生尽行受献生命，敬祝我们尊敬的慧律长老福寿广真言，住世利人天。祝福各位未来佛夜尽晴空，早登佛国，阿弥陀佛。大众请面向佛前礼佛三问讯。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请依序出班。人生难得今已得，佛法难闻今已闻，让佛法注释普利有情，是每一位佛弟子的责任。希望大家发心成为法的传递者和播种者，将手中的法宝一化为十，十化为百，让千千万万的众生都能步上成佛觉悟之道。高雄文殊讲堂。